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老师。接下来为您播报八月九号礼拜三十二星座的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是运势最好的星座巨蟹座，正向积极，让你效率一百分哦。射手座海外运非常的强，可能也有一些出国的机会，让你发展力多。水瓶座的朋友和气相待，能够有助于职场的融洽。运势比较差的星座呢，要注意的是天秤座，开始会有一些感冒啦、过敏的症状，记得调养好身心哦。天蝎座呢，记得避免呢金钱上的借贷，要远离是非。接下来火象星座幸运数字是三，建议使用鹅黄色。土象星座呢，幸运数字一，建议使用天空蓝的颜色。风象星座的幸运数字是四，你可以穿一些绿色的衣服。水象星座呢，幸运数字是二，建议使用黑色。